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深爱世人》第57页最下面偈颂看起。我们把偈颂念一遍：一切机缘悉观察，先护彼意令无尊，普世众生安稳处，此方便者所行道。这一说起非常重要，自行化他都少不了他，但是很难做到。可是很难做到，必须做到。不能做到，自行化他就完全消失了。自行要的，化他也要，更要。机是机会，缘是缘分。一生当中，成功失败，统统都在机缘。这个机会、缘分，你认不认识？这个要智慧，有智慧认识它。你能不能把它抓到？要常常看呢，时时刻刻看这缘分，眼见、耳闻、身体接触。大的整个社会，小的我们这今天一天从早到晚，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怎么样帮助自己成功？怎么样帮助自己失败？这些时候是讲机会的。先护彼意令无尊，你要能做到这两句，你这一生当中，恭喜你，万事如意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正是我们要学的。谁能做到？佛做到了，菩萨做到了，大善知识做到了，事出世间成功的人都做到了，失败的人都在这个地方错了。人在世间不能跟人不接触，不但接触，
而且是密集的接触。我们都知道，那我们跟人接触，能互是互持，保护住，是不是能够先保护对方的意思，对方的欢喜，对方的需求，我们要懂得爱护对方，不是爱护自己。反过来看，护持众方，对方就是护持自己。自己一生成功的大道，就是在懂得保护别人，跟我们的精体相应。神爱世人，所以神圣的事业容易成功。为什么？他不违背世人，而且又得到神圣的加持，怎么会不成功呢？人最怕的不是帮助你成功，帮助你失败，是什么？自私自利，做事情就难了。宗教，信仰宗教的人，无论是什么教都好，宗教与宗教确实是平等的，无有高下。我们要在这地方细心的观察，认真的学习。我今天从早到晚遇到的人事物，有没有叫对方欢喜？没有，象征的念头发生，那要学什么？学让。孔老夫子居住的五德，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节俭、礼让，人要能做到这个五个字，今天一天从早到晚不违背，实在是这么做法，恭喜你，你有成就。所以大乘佛法，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跟大家交流，就是内修佛陀，要断贪嗔痴慢疑，外面表现在外面要修孔子温良恭俭让，烦恼习气要断掉，夫子是我们的老师啊，对老师要尊敬，
怎样才能算是尊敬？把老师的五德做到了，是真正尊敬老师。五德就是温良恭俭让，一共十个字。贪嗔痴慢疑要断，温良恭俭让要学。佛陀这两句话，我们就可以做得到。啊，人与人相处，这是不能避免的。从早到晚，我们所接触的是人。我们有没有人能叫人我生欢喜心？诸佛菩萨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所以他成佛了，他证菩萨果位了。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？就从这个地方学起。啊，要叫众生欢喜，要叫众生没有争论，彼此在一起没有相争，这是什么人？这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菩萨。有了前面，就完成后面。啊，普世众生安稳处，此方便者之所行。啊，所行道，这个方便，是菩萨教化众生。修学，无论是大乘佛法、小乘佛法、显教、密教，都不能离开这两句经文呢，不可以离开。诸佛如来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也是这四句偈的意思。十方国土悉充遍，谁能做到？菩萨能做到。菩萨能做到，回过头来想想，我能不能做到？我学菩萨也能做到。是我们有障碍，我们没有见性，见性障碍就没有了。见性就是菩萨，而且是大菩萨，不是小菩萨。像文殊普贤、观音释智，有这些菩萨的成就，
我们自行化它，跟它平等。这两手计是完全做到的。十方过度是重别，它是真的重别，我们不知道。第三句讲的，夜光照出，照出无涯际，十方国度悉充遍。加上这两句，我们晓得，确确实实是大乘菩萨。他有这个能力啊。光，智慧光明，智慧光明，跟自信相应，信德周边法界，我们有没有？有，但是用错了。没有用在正道上，起心动念周边法界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一念贪心起，周边法界；一念嗔恚起，也是周边法界。一念愚痴，当然还是周边法界。这是我们习惯了，所以习惯成自然。每天对这些事情不知不觉。不知道一切境缘都不是真的，境是境界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啊，六根六尘都是假的，可是我们起心动念没有离开它。有没有认真去想想，我这一生怎么办？认真去反省，回光返照，不要照别人，照自己，照亮别人，回过头来回光返照，好，这真是利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真正修仙人修什么？我们说一句俗话，真正修道人人欢喜。我们从早到晚跟一些人接触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能不能叫这一切人看到我都欢喜？如果能够令一切众生见到你都生欢喜心，恭喜你，祝福你，你这一天没白过。
行善积德，你有份呢。怎么知道你行善的积分积德呢？看一切众生见到你都生欢喜心，这个重要啊。如果是从早到晚一切众生看到我都不欢喜，跟经上讲的相违背的，那我们就认真反省，我这一天空过了，怎么呢？不是善就是恶，不是佛菩萨就是众生呢，众生造业，业有善恶，遇到善善知识、善心、善心生；遇到恶知识、冤亲债主，恶念就生了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能体会到稀奇、可怕。用什么方法把这些稀奇转过来？最殊胜的方法无过于念佛。希望我从早到晚心里的佛号不中断，尤其在现前这个社会、这个地球上，不太平，人与人、人与众生不能和睦相处，佛光照见，圣贤教诲说道，我们要记住，要正感，佛菩萨能做到普施世间的大名，慈破暗者所现道，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能帮助众生远离灾难。菩萨所现道，我们要认识，要跟进亲近善知识，远离恶知识。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。白话翻译的很容易懂，但是我们往往疏忽了，容易懂的容易疏忽，没有在这里停一下，
让头脑冷静一点，好好的反省，我这些天过去了，道业上有没有进步？要想道业进步，要怎么做？看破放下。看破是智慧，我明白了，我不再走错路了。放下是真感，放下一切妄想杂念，从早到晚，身心清净。六根接触六尘，修行就是学习，学什么？学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对内对外不分别。不执着，就能俘获佛菩萨的大名破案。佛菩萨在哪里？在经典里，经典专修净土同修，像我们这样的根基、根性，不是立根、下根，自己要承认的。啊，下根要找最妥当的方法。保证我们这一生成功，这就是净土宗念佛法门。目的是求生净土。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佛号，一切时一切处心上有他，这是上上乘人，这人不是凡夫。为什么？他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稀有难逢。这样的人是我们真正尊敬的人啊！可是语言不多见，我们所见到的从早到晚负面的多，正面的少，这一桩事情要回光返照。为什么我的语言恶缘多善缘少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咱不谈，这一生我今年92岁了，过去92年修的什么就明白了。真的要断恶修善了，
改过自新，把今天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用这个智慧照见，照见之后真正放下，真修真干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Thank you.